是宁泽涛今天上午他没有比赛，原来是亚运会的时候，那宁泽涛10日他的人气的这个猛增，他现在呢也是非常的受关注。今天上午呢，他也是在趁着比赛结束的这个间隙呢来拍摄一个封面的照片。当然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宁泽涛第一次拍摄的封面照片，还是因为他的性格比较内向。宁泽涛拍摄的时候呢，显得这个比较拘谨，不是很放得开。那宁泽涛今天呢是没有单项的比赛的，但是他 所在的海军队今天呢有一个4×100米自由泳接力的这个比赛。那在上午的预赛中呢，他的队友们呢也是齐心协力晋级了今天晚上的决赛。